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大家，我们为大家转播的2010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进行到了本届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阶段。我们接下来将要为大家转播的是在2号场地进行的几场四分之一决赛。首先的第一场比赛呢，将会是卫冕冠军林丹迎战韩国选手朴成焕的比赛。那么这时候在1号场地呢，在进行比赛，是陶飞克对李宗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比赛是刚刚结束，结果陶飞克2-1力克李宗伟，打进了本届世锦赛的四强。这样林丹和朴成焕的胜者将和陶飞克来进行半决赛。陶飞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是先胜一局21-15，那第二局是11-21失利，但是在决胜局他在交换场地之后，一路把比分拉开，在打到双方交换场地的时候呢，他是11-9领先两分，但是随后李宗伟显得斗志不是那么旺盛，被陶飞克抓住机会21-12胜了决胜局。我们来看看林丹，他是本次比赛的3号种子，世界排名第6。在这次比赛里边呢，林丹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进行的也是比较顺利的，在两人的交手记录上，林丹现在是10胜3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在最近的8次交手里边，林丹是全胜。在汤姆斯杯、苏迪曼杯还有各个单项比赛当中，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林丹已经连胜了8场。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来自印度，发财是来自瑞典的裁判。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进行到四分之一决赛之后，目前比赛进行的一个各个单项的形式。那么到现在呢，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都结束了，中国队有2队选手打进了4强，分别在上下半区。上半区半决赛将是郑波、马进迎战韩国选手高承炫和何尊恩，那下半区呢将是何汉斌、于洋迎战中华台北的李胜木和简玉锦。那混双这个项目呢，这次也非常的引人关注，因为自从2001年之后，中国队已经有9年的时间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混双的冠军了。这次在4强当中有2队选手杀入半决赛的争夺。那么在之前进行的几场比赛里边，男子双打中国的郭振东和徐晨他们2-0力克2003年世锦赛冠军帕斯克拉斯姆森，率先杀入了男双的4强。中国的另外一队选手蔡云傅海峰将在稍后在我们为大家转播的这个场地将会出场迎战丹麦选手博埃和摩根森。现在林丹和朴成焕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陶飞克争夺本次世锦赛的决赛权。中央电视台，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10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林丹对阵韩国选手朴成焕的比赛，双方的第一局。
双方第一个球就形成了多拍，也体现出两个人呢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这球朴正焕突然的一个对角线啊，林丹判没有预判到啊，反拍过度的时候球出了边线。虽然林丹在最近两个人交手的八场比赛里边都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些场次还是赢得没有那么轻松，因为朴成焕呢也是一个能力非常突出的选手。这是韩国队的教练陈汉国。在零八年奥运会之后，由于朴成焕没有取得特别突出的成绩，所以他呢是按照韩国的法律服兵役，这样有一段时间没有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在零九年的下半年之后才开始重新恢复训练和比赛。男单比赛这次进行的水平也非常高，虽然印尼的两名选手索尼和西蒙桑托索都因伤没有参加这次比赛，都弃权了，但是进入八强之后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上半区。上半区是李宗伟对陶菲克，林丹对朴成焕，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和韩国四支球队的头号单打集中在上半区。中国队的两位教练是汤先虎和夏玄泽。在前面的一场比赛里边，陶菲克已经力克李宗伟啊，这也是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赢过李宗伟了，但是在本次世锦赛上2-1取得了胜利。在下半区的比赛呢，陈金在之前的一场比赛里边反败为胜，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两局，战胜了中华台北的薛轩毅。从今天比赛来看，朴成焕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感觉从和去年的一些比赛相比，像在中国上海进行的中国大师赛的时候，那个时候相比他的身材要瘦了一些。当时呢可能是因为训练不够系统，因为零九年的上半年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他要服兵役，所以体型上稍显得有一些臃肿，但是在今天的比赛里边，我们看到他在场上的跑动还是非常流畅，而且身材也比去年年底的那个时候要更加健美一些。现在朴成焕是4-2领先。双方一开始呢还是都在利用拉吊在寻找机会，那由于朴成焕呢他这个可能这一段的训练非常好，所以今天在场上表现出来他在场上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林丹没有加上去的情况下，现在朴成焕呢还是在开局取得了一定的优势。朴成焕在本次比赛里边第一轮是胜了新加坡的一名选手，然后他淘汰了俄罗斯的伊万诺夫，16-8的时候胜了越南队的好手阮天明，这样进入了八强。球出了边线，很可惜头顶点杀界外。今天呢就是这一段朴成焕在场上的他的启动啊非常敏捷，因为他的身材非常高大啊，所以在特别是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感觉他在场上的移动不是那么迅速，但是今天比赛可以看到他在场上的启动，即使在被动的情况下的启动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开局这一段他没有出现太多的漏洞给林丹。
很难突击一拍，还是控制对方两底线。朴正焕正手的点杀出了边线，3-6。男单的八强还有一场比赛，是丹麦的名将皮特盖德将迎战日本选手山田和司。那这个八强的阵容当中，大家也注意到了，日本队和中华台北队都有选手进入了八强，这也是以前的比赛当中不多见的。像中华台北队的薛轩逸呢，也是在11年之后，这支队伍又有选手进入男单的八强。4-6，林丹连追了2分。虽然朴正焕防得非常的顽强，但是林丹的连续进攻能力是很突出的。现在的男单的技术呢，比起当年还是有一定的提高，特别是在防守能力上，现在的男单选手的防守能力都很强，以林丹为代表啊，还有李宗伟这样的运动员都是防守非常好的选手。球，这球在正手往前调底线，球没有到位，朴正焕抓住机会在头顶点杀斜线。在画面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双方在场上的移动，镜头关注的是双方的两条腿啊。这个羽毛球比赛虽然是靠手来打，但是步伐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步伐到位，手上才能够回出高质量的球。林丹在这次比赛里边，他的第一轮比赛是胜了伊朗的一名选手，比较轻松。第二轮比赛胜了瑞典的选手赫尔斯凯宁，然后在16-8的时候胜了自己的队友鲍春来。非常漂亮，头顶的点杀。通过对角线的球路调动朴正焕，朴正焕在反手底线被动的回球，球没有到位。朴正焕连续进攻直线，勾一个对角准杀机会。那通过连续的进攻，林丹的正手的位置啊，通过劈吊和轻杀都是林丹的正手在接吊和接杀，同时呢他结合对角线的一个勾对角还有拉平高球的底线，在这个进攻当中使林丹最后出现了一拍回球没有到位的机会。这届世锦赛呢是在法国的首都巴黎进行比赛的场馆非常有名，是顾拜旦体育馆。大家都知道顾拜旦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那么这个体育馆呢在巴黎的西南郊，距离大家熟悉的罗兰加洛斯也非常近，步行只需要不到30分钟。好球，正手底线掉对角往前，这是个过渡球，但是由于林丹处理得非常好，它的质量也比较高，朴正焕呢缺乏准备。朴正焕这个球更多的还是去准备了后场球，但是林丹没有给他这个机会。7-8。哦，这球丝线示意界内。韩国队的教练员陈看国在过去也一直是韩国队的一个资深的教练，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在韩国一些比赛当中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在这个阶段呢，他的女儿程池炫在今年的韩国公开赛当中一鸣惊人，成了韩国队的一名主要的女单选手。
林丹的速度开始加上了这个球。他在抢网搓球制造了进攻机会之后放网，然后搓球制造进攻机会之后，在后场正手去起跳扣杀。朴成焕今天在前半局打的还是场上速度很快，没有给林丹太多的机会，就是自己没有什么漏洞，所以林丹要想反超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自己去创造进攻机会来得分。这球朴成焕刚才的一个反手的往前放网啊，擦了一下球网，一个滚网球，造成林丹回球比较困难。这个球擦了一下球网，结果林丹把球挑高球的时候出了边线。突击，但是林丹的防守还是不错，所以他正手底线的平抽，结果球下网，这样这个失误使朴成焕现在是11-8领先，到了第一局的间歇。比赛还是打的开局打的不是特别顺啊，就像我们在一开始说的，林丹虽然在过去的八场比赛里边连赢了朴成焕8次，但是其中有几次比赛赢的不是特别的轻松，不是像现在双方总战绩所显示出来的这样大的差距。今天又遇到了朴成焕的有力的冲击，因为相对来说呢，朴成焕是比林丹要年轻一波的队员，所以他对在朴成焕面前，林丹是老队员，朴成焕是来冲击他。那么朴成焕呢，也在这个这么多年的训练比赛当中不断的在提高自己。顾白旦体育馆呢，它的历史比较悠久，我们看到这个馆并不是特别大，根据官方的数字呢，它的观众容纳的数量是5000人，但是从现场目测来看，我们很多人都觉得另外一个数字3900人可能更合适一点。不过这几天给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印象的就是，在法国巴黎进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并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会遭到巴黎市民的冷落，每天现场的上座率都有8-9成。林丹和朴成焕的比赛继续进行，刚才这个球我们也可以看到朴成焕他的启动，现在的他的启动非常好，所以提高了他的防守能力，这是一次很成功的防守反击。而且今天朴成焕在进攻方面呢，他的正手的进攻，他利用点杀和点劈的进攻还是有比较高的得分率。刚才朴成焕的点杀点这个斜线是238公里的时速。苍先虎和夏轩泽，苍先虎当年是无冕之王，夏轩泽是在2003年的时候获得了世锦赛男单的冠军。还是朴成焕的正手进攻，点杀直线，他的点杀直线结合劈对角，这样给林丹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好球，这个球就看出林丹的他的启动的起板的这个突然性，看着前面是好像是很平静，也没有加速的迹象，但是最后利用手腕上的头顶点杀，这个进攻很有突然性。朴成焕也没有防住。蓝调上网挑对方的底线，那个球出了边线，应该是
这样14-9。云丹呢，现在已经有大半局的比赛过去了，但是他在场上的速度还是没有加起来。林丹在场上给对手威胁最大的呢，他现在当然是非常的全面，但是给对手威胁最大的是他的速度，他的速度一旦加起来之后，一般的选手是跟不上，但是如果是慢条斯理的按部就班的和对方打拉吊打多拍，没有他的变速这个特长的发挥的话，也不容易能够战胜对手。第一局分差比拉开的比较多，这好像是第一局比赛到现在不多的多拍拉吊里边林丹的得分。林丹在此之前呢，他三届世锦赛都夺得了冠军，从2006年开始，2006年、2007年和2009年三届世锦赛都是冠军。今年的比赛仍然是他的卫冕之旅。林丹还是非常耐心的和对手斗多拍。哇，半场了。那么上一个多拍我们提到的是林丹不多的一个多拍拉吊当中的得分。那从接下来这球嘛，我们马上又看到林丹如果没有速度加上去的话，今天好像跟朴成焕打起多拍拉吊来还真不占什么便宜。朴成焕呢，对他的有一些回球的习惯显得要研究的更透一些，在今天抓得更好一点，像刚才这球也是一样。林丹在向往前启动，有一个球判断有一些失误，造成只能在正手底线回球过渡，那么朴成焕呢也很果断的在往前抢直线，放了一个很贴网的高质量的往前球，造成林丹回球出界。在目前场上这种速度下呢，林丹并不会比谁占有优势，他的能力是他的特点是比别人速度更快。这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开80迈的速度啊，他显不出他驾驶技术有什么优势来，但如果大家开到280这个速度，他的技术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哦，两个人是同样的方式，在接发球的时候假动作，看上去是要推底线，但是一个放网，两个人得分方式都一样，接发球放网前，通过手上的假动作的变化骗过了对手。林丹再来一个，但是这次对方打到了球，不过还是出边线。林丹今天控制对方底线呢，也是多次失误。18-12。
今天两个人在正手往前的纠缠当中，朴成焕也略占上风。这个比分对于朴成焕来说就机会比较大了。如果说刚才17-12的时候还有的打啊，现在打到18-12、19-12，一般来说是很难了，落后的一方。另外一边场地上，一号场地进行的是王世贤对印度的尼维尔的比赛，第一局王世贤21-8大胜。13-19。这球不太应该啊，林丹在第一局比赛也有几个球显得注意力不是很集中。这球对方呢是对角线只是过渡一下拨一个半场，但是林丹好像一点都没有准备到，仓促当中回球出界。反拍又在底线出界，21-13。这样朴成焕呢是先胜了第一局，在今天这场8-4的争夺里边1-0领先。广告之后我们再为大家继续介绍双方的比赛。好，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在巴黎的顾拜旦体育馆为大家介绍2010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的进程。现在已经是本次世锦赛的第五个比赛日，进行到了五个单项的8-4的比赛。我们今天将为大家转播的，首先是大家看到的林丹对朴成焕这一场男单的比赛。那么接下来第二场将会是女子双打，马晋和王晓礼迎战韩国的选手何真恩和金民珍。第三场是男子双打，中国队的蔡云、傅海峰迎战丹麦的博埃和摩根森。第四场是女子双打，杜静、于洋对潘潘和田青。在之前结束的一些比赛呢，我们也利用第二局开始之前的时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开始的是混合双打四分之一决赛，郑波、马晋2-0战胜了诺瓦和纳希尔，何汉斌、于洋是2-0战胜了卫冕冠军托马斯、雷伯恩和卡米拉、里特朱尔，他们双双杀入了四强。现在林丹和朴成焕的第二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在第一局失利的情况下，我们看看林丹在第二局怎么来调整改变自己的打法。那首先呢，在今天朴成焕打得非常出色的情况下，他自己还是要依靠自己的主动得分。从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下第一局的技术统计，朴成焕的主动得分也是占据上风的，利用对手的失误得分也占据了上风。所以林丹呢还是要想办法，场上要加速，利用自己的进攻去主动得分。好球，劈杀对角上网之后，抓对方回放的这一拍扑球得手。林丹刚才的劈杀时速是258公里的时速。好球，哎，这球丝线示意界内。我觉得林丹判断的非常早，认为对方肯定平抽这一拍是出界，而且从球路上呢也是林丹占有上风了。刚才这球利用在中半场的抽压已经是赢得了优势，但是林丹现在也是久经沙场的选手，应该不会受这种判罚的影响。双方打成2-2。好球，出手有一个节奏上的停顿，朴成焕看林丹开始的架势，以为他要挑后场，在朴成焕启动的一刹那，林丹一收，放网的直接得分。这个球发球抢攻，打出了林丹的特点，可以说，在中半场起跳这一下非常的迅猛。
大家可以看到，在林丹场上速度一旦加快之后呢，朴成焕就会增加一些失误。OK， 现在5-2。其实作为朴成焕也是一个优秀的选手，他应该会在第二局开始之前准备到林丹在这一局一定会加速。朴成焕在网前占据了优势，网前抢出机会，当林丹挑起高球的时候呢，他是有充分的时间起跳重扣。双方都是要依靠自己的进攻来得分了，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状态，特别是朴成焕今天状态挺好的。林丹的杀球时速达到了268。这个朴成焕也是突然有一个变化，在劈完对角之后抓你的推球，然后形成了主动的平抽。两人都比较耐心。哇，好球！这球朴成焕率先寻求变化，在连续滑板掉往前直线的情况下，突然劈掉了一个对角，然后抓林丹反手挑直线的这一拍突击，速度非常快，在头顶杀直线突击得分。来。对方的放网前呢，林丹显得准备不足。现在朴成焕啊，确实是啊，作为一个优秀的选手，应该对对方在第二局会采取什么样的变化有充分的准备。他并没有被林丹一开始的这个速度给吓住啊，现在又扳成了6-6。林丹现在在网前比赛到现在为止处于下风啊，应该是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你即使是放网的时候呢，也利用一些放得远一点的远网一些的球来摆脱一下对方网前的优势。这个球是朴成焕，那身材很高大啊，再加上起跳之后正手点杀球，杀下来的落点非常尖，居高临下。在后场进攻你的点非常高的情况下，就即使利用点杀，由于对方防守需要照顾的面积很大，也是很吃力。朴成焕打出了一波6-1的攻击波，现在是8-6反超。好球，林丹这个球路就很清楚啊，在对方掉到网前的时候呢，并没有和对方去纠缠网前，而是通过前后场把对方拉开。
蛇出边线。刚才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呢，有前中国队的男单队员谢欣，那么他现在也是在中国羽毛球队的赞助商的单位然后在工作，主要是为林丹提供一些服务，有点像半个经纪人，半个助理吧算。这球林丹对裁判的判罚还是提出一些自己的疑问。双方继续比赛。这球林丹呢处理的不是特别的，这个球还是战术上不太合理，对方已经盯在你的网前了，对方放完之后我们看朴正焕的注意力全都是在网前，林丹还是想上去之后强行放网，这个对他自己的要求和压力的要求比较高，压力比较大，最后造成了失误。今天这个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的上半区，我们可能很多球迷都知道，这个上半区非常引人注目。两场四分之一是李宗伟对陶飞克，还有林丹对朴成焕，这是四支羽毛球队、四支强队的头号单打，集中在上半区，也预示这个上半区的八进四的争夺一定是非常激烈。在刚刚的一场比赛里边，陶飞克是2-1胜了李宗伟。两次在反手网前失误了。林丹呢还是应该在，可能是因为今天朴正焕的正手底线进攻还是给他很大的压力，所以不太愿意过多的起高球给对手，所以在网前和对方纠缠的有些长时间。林丹今天的防守还是比较吃力，防守压力很大，所以也造成他们不太敢和对方拉开，还是想在网前控制对手。13-9，朴成焕是领先了4分。对，这球出界。云南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哦，界内，朴成焕今天无论进攻还是防守还是往前都表现得很出色。球对角失误，这样这一场比赛现在林丹已经陷入，已经到了悬崖边上。
世锦赛四连冠的梦想很有可能在今天晚上就要结束。失误了。那朴成焕如果赢下这场比赛呢，也将终结他面对林丹八连负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林丹防守反击，但是今天确实攻朴成焕不大有效，无论他的哪边的进攻呢，朴成焕都能够防住。今天这场比赛，这个四分之一决赛连续两场，也成为了陶菲克和朴成焕的好日子啊！今天8月27号当地时间，因为陶菲克之前也是对李宗伟已经连输了，这两年就没有赢过李宗伟，已经连输了很多场。今天在比赛里边力克李宗伟进入四强，朴成焕也是一样，面对一个自己已经连输了8场的选手啊的对手，能够赢一场回来。19-9，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可能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将只有一位选手能够进入四强，那就是陈金，他在下半区也是通过一场艰苦的比赛2-1胜了中华台北的薛轩逸，他将迎战皮特盖德和山田和斯之间的胜者。朴成焕获得了本场比赛的长点，今天对于朴成焕来说确实值得祝贺。那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面对一个对手，你很大的一个对手连输过8场了之后啊，能够赢一场回来，将对自己的信心各方面都很有好处。那么林丹今天的状态显得不是很好啊，这个因为大家也知道，之前我们今年进行了羽毛球超级联赛，那么并没有中国羽毛球队并没有针对世锦赛做专门的封闭训练啊，所以这也可能对林丹的状态多少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不是借口。今天确实朴成焕发挥得很出色。另外一边比赛呢，王世贤2-0胜了尼维尔。朴成焕连续失误了几分，但是还是差的很多。好球，朴成焕在后场底线头顶劈杀对角，拿下了最后一分。这样韩国的朴成焕是21-13胜了第二局。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里边，他是2-0力克卫冕冠军林丹，杀进了世锦赛的四强，他将和印尼名将陶菲克进行半决赛的争夺。今天这场胜利对于朴成焕来说是值得祝贺，当然林丹呢，他世锦赛连续3年不败的脚步也被终止了。好，观众朋友，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儿。等一会儿我们回来将会为大家转播的是女子双打，马晋王小李迎战韩国选手何真恩和金民珍。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大家，我们为大家转播的2010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进行到了本届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阶段。我们接下来将要为大家转播的是在2号场地进行的几场四分之一决赛。首先的第一场比赛呢，将会是卫冕冠军林丹迎战韩国选手朴成焕的比赛。那么这时候在1号场地呢，在进行比赛，是陶飞克对李宗伟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那么比赛是刚刚结束，结果陶飞克2-1力克李宗伟，打进了本届世锦赛的四强。这样林丹和朴成焕的胜者将和陶飞克来进行半决赛。陶飞克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是先胜一局21-15，那第二局是11-21失利，但是在决胜局他在交换场地之后，在交换场地之后一路把比分拉开，在打到双方交换场地的时候呢，他是11-9领先2分，但是随后李宗伟显得斗志不是那么旺盛，被陶飞克抓住机会21-12胜了决胜局。我们来看看林丹，他是本次比赛的3号种子，世界排名第6。在这次比赛里边呢，林丹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进行的也是比较顺利的，在两人的交手记录上，林丹现在是10胜3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在最近的8次交手里边，林丹是全胜。在汤姆斯杯、苏迪曼杯还有各个单项比赛当中，两个人相遇的时候，林丹已经连胜了8场。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来自印度，发财是来自瑞典的裁判。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进行到四分之一决赛之后，目前比赛进行的一个各个单项的形式。那么到现在呢，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都结束了，中国队有2队选手打进了4强，分别在上下半区。上半区半决赛将是郑波马进迎战韩国选手高承炫和何真恩，那下半区呢将是何范斌于洋迎战中华台北的李胜木和简玉锦。那混双这个项目呢，这次也非常的引人关注，因为自从2001年之后，中国队已经有9年的时间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混双的冠军了。这次在4强当中有2队选手杀入半决赛的争夺。那么在之前进行的几场比赛里边，男子双打中国的郭振东和徐晨他们2-0力克2003年世锦赛冠军帕斯克拉斯姆森，率先杀入了男双的4强。中国的另外一队选手蔡云傅海峰将在稍后在我们为大家转播的这个场地将会出场迎战丹麦选手博埃和摩根森。现在林丹和朴成焕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陶飞克争夺本次世锦赛的决赛权。中央电视台，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10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林丹对阵韩国选手朴成焕的比赛，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一个球就形成了多拍，也体现出两个人呢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这球朴成焕突然的一个对角线啊，林丹判没有预判到啊，反拍过度的时候球出了边线。虽然林丹在最近两个人交手的8场比赛里边都取得了胜利，
但是有些场次还是赢得没有那么轻松。因为朴成焕呢也是一个能力非常突出的选手，这是韩国队的教练陈汉国。在08年奥运会之后，由于朴成焕没有取得特别突出的成绩，所以他呢是按照韩国的法律服兵役，这样有一段时间没有特别系统的训练，所以在09年的下半年之后才开始重新恢复训练和比赛。男单比赛这次进行的水平也非常高，虽然印尼的两名选手索尼和西蒙桑托索都因伤没有参加这次比赛，都弃权了，但是进入八强之后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上半区，上半区是李宗伟对陶菲克，林丹对朴成焕，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和韩国四支球队的头号单打集中在上半区，中国队的两位教练是汤先虎和夏玄泽。在前面的一场比赛里边，陶菲克已经力克李宗伟这也是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赢过李宗伟了，但是在本次世锦赛上2-1取得了胜利。在下半区的比赛呢，陈金在之前的一场比赛里边反败为胜，先输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两局，战胜了中华台北的薛轩毅。从今天比赛来看，朴成焕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感觉从和去年的一些比赛相比，像在中国上海进行的中国大师赛的时候，那个时候相比他的身材要瘦了一些，当时呢可能是因为训练不够系统，因为09年的上半年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他要服兵役，所以体型上稍显得有一些臃肿，但是在今天的比赛里边，我们看到他在场上的跑动还是非常流畅，而且身材也比去年年底的那个时候要更加健美一些。现在朴成焕是4-2领先。双方一开始呢还是都在利用拉吊在寻找机会，那由于朴成焕呢他这个可能这一段的训练非常好，所以今天在场上表现出来他在场上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在林丹没有加上去的情况下，现在朴成焕呢还是在开局取得了一定的优势。朴成焕在本次比赛里边第一轮是胜了新加坡的一名选手，然后他淘汰了俄罗斯的伊万诺夫，16-8的时候胜了越南队的好手阮天明，这样进入了八强。球出了边线，很可惜头顶点杀界外。今天呢就是这一段朴成焕在场上的他的启动非常敏捷，因为他的身材非常高大所以在特别是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感觉他在场上的移动不是那么迅速，但是今天比赛可以看到他在场上的启动，即使在被动的情况下的启动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开局这一段他